在最上面粘上一条海绵，接着用订书机将送锦袋订起来，一个简易的遮罩完成了，成本不到10块钱。要慢一点。摄影师要进检疫站前，依需套上 DIY 检疫防护罩、检疫防护衣，最后戴上手套、N95 口罩，全部的成本低于180元。等到确认整体没有问题后，才会走出休息室。都封城停工了，这些东西其实出不来，大家都在抢。大概一天也要使用到四五十个，嘿，下差不多几十块就可以完成。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，医疗机构最需要防护衣，过去的卫生材料都从大陆进口，现在原物料跟着上涨，从原本一件20元上涨到一件180元，现在医院只好全部自己动手做。好的隔绝措施的话，让我们能够很安心的裁剪。不光戴这个面罩的话，有时候的话也是会担心一些飞沫的散布。因为成本考量加上物资得好好减省，让医疗人员动脑筋检疫创新，以避免飞沫传染为主，院方落实防疫，保护自己也保护病患。记者张淑华、刘一婷，屏东报道。